享幸福美吗？美美美，你最美。哎，你根本没有看我哎，哼。Baby， 你刚说什么啊？哼，你又怎么了？什么又怎么了？你问问你自己啊。好嘛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可是我在专心看球赛啊。你只是花0.5秒看我一下都不行吗？那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吗？我没有想怎样啊！现在连0.5秒都不愿意给我，更不用说在一起久了，你会多爱我啦！对对对，你全都对。我星期五上班回家不能看球赛放松。你那什么意思？反正不管怎样都我的错啊！你说什么就什么喽。你竟然让我一个弱女子晚上在路边站半个小时等你，你要我以后要怎么信任你？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连我们的婚礼都迟到？你会不会连我生小孩都没有办法在我身边陪我？心疼自己。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不就迟到半小时吗？说的那么夸张。冷静，如果不够冷静，我找一刀砍死你这王八蛋。我回来了。啊，什么衣服？早上我不是跟你说过今天下班顺便绕到 Seven 帮我们拿王牌的衣服吗？有吗？你有说过吗？明天帮你拿咯。奇怪 ，Baby， 我们明天一起去看《痴痴的爱》好不好？啊，我看过嘞。看过了，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去看吗？这法拉利哥约我，我就陪他看了啊，我还是可以跟你看一遍啊。谢你哦，不要浪费钱了。你又生气了。明明说好一起看，现在就算一起看，你对电影的感动也是二手的了 啊！看都看了，你想怎样嘛？对不起喽。我不想说了，你一点都不了解我，你滚！